有耐心啊，玩一玩姿态，小巫师拿铅笔，手里边着百科，这是小朋友的把戏，才应该是用来展演的把戏，不然你看看你旁边的观众他们都跑到哪去？初心不化，浪迹天涯，认真起来，我连我自己都害怕。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。